邮到 cm@98.com.my。988聚焦东盟，988聚焦东盟，早安，你好，我是舒婷。全球各国都在努力抗疫，并且制定了一系列对抗疫情的措施。有些国家的措施已经见效了，可是有些国家的疫情好像没有缓解。深度认知集团 Deep Knowledge Group 公布了全球疫情安全水平的排名，那评分标准就包括了政府实施隔离措施的有效性，还有就是这个防控和检测能力、政府效率等等。结果呢，在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中，瑞士是高居榜首，排在第一，成为了疫情最安全的国家。紧接着呢，排在第二到第五的是德国、以色列、新加坡和日本。那没错，新加坡呢是东南亚国家中排名最高的国家，防疫措施受到认可。那然后呢，就是排在第20名的越南，接下来就是排在第30名的马来西亚，也就是我国。那疫情严重的欧美国家就包括了美国、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南苏丹则是最危险的国家。目前全球的确诊病例已经突破700万宗，同时有超过40万宗的死亡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恶化。那其实在过去10天中啊，有9天各国向该组织报告的新增确诊病例数是超过10万宗的。其中在6月7号这一天，也就是前几天的时候，新增病例数更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达到了13万6千宗以上。大部分的新增疫区呢，是集中在美洲和南亚。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一些国家确实是出现了疫情好转的迹象，不过对这些国家来说，最大的威胁就是自满，也就是骄傲。他敦促各国要继续密切的监督疫情的发展，来确保疫情不会反弹。全球的疫情虽然没有真正的缓解，但是口罩需求好像已经大不如从前了。还记得口罩短缺的时候吗？手上握有口罩就好像手上握有钞票。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疫情爆发期间，不少的中国人是拿着这些资金直接入场开设建口罩工厂。那原本以为可以赚得盆满钵满的，但是在短短时间，市场在四月底就趋于饱和，结果口罩慢慢的卖不出了。业内人士预计，疫情进入稳定之后才进场的口罩生产线投资者有90%都没有办法回本，最赚钱的是那些原本就是生产口罩的生产商，还有就是在疫情早期的时候就杀入市场的。所以呢，业内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先来的住豪宅，后来的上天台。根据了解，新开的口罩工厂有80%都是面临巨额的亏损。那经济天下这份周刊报道就显示，在二月入局的口罩行业最赚钱的时候，一条生产线一个月可以赚500万人民币。但是进入五月之后，明显的就感觉口罩卖不出了，结果以为是印钞机的口罩行业瞬间就变成了绞肉机，一些商家现在还在亏本卖，甚至可以说是贱卖口罩。那你是不是也已经开始懒惰戴口罩了呢？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只要在人多的公共场所就要戴口罩，戴口罩可以预防感染。不过呢，世界卫生组织就提醒，戴口罩只是多种防御措施之一，不能够替代保持社交距离和注意手部的卫生措施等等。也就是说，戴了口罩还是要保持社交距离的。而且呢，如果用不干净的手去摸你的口罩，会造成口罩被污染，是会增加感染的风险的。所以呢，不要以为戴了口罩就可以忽略卫生习惯。那我国大部分的这些运动项目即将要恢复了嘛，不过就不包括游泳。但是在日本东京的各游泳学校正在逐步恢复营业。日本体育厅曾经表示，游泳池中其实是有适度的氯气，所以呢，在水中感染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当然还是有人担心游泳学校的防疫安全，所以呢，生产泳池用品的一个日本公司最近就设计出了一款这样的一个透明防水口罩，就是专门给游泳的时候戴的，盖着鼻子以下的区域，而且戴了之后不会影响游泳的感觉。
那说到口罩呢，配合端午节的到来，我国森美兰万乐镇有一名妇女就灵机一动，把枕头粽子变成了口罩型的粽子，就在粽子的旁边也附加两条的吊带，让粽子看起来跟口罩的形状更加的相似，感觉就是在提醒着疫情期间庆佳节也不要忘记新常态。九八八聚焦东盟为你跟进的新闻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聊。